妈的，我直接就给滑去。我不要玩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今天拍这个影片呢，是带着很沉重的心情来拍的，因为我的好兄弟一栋在前几天就去医院开刀啦。至于为什么开刀呢？就是篮球员通常打了一个几年的球，而且又是这么职业的篮球员，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这些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我就要安排去 KL 探望他啦。一个篮球员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不是篮球员啊，运动员最害怕的是什么？就是受伤。其实受伤不是我们最害怕的，最害怕的是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再运动。是很庆幸的是，我的兄弟他如果积极的做复健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乱吃东西，不喝冰，他可能会复原的很快，可能4到6个月就可以继续打球。话不多说，我就要准备上 KL 啦。一个运动员啊，脚受伤了过后，你觉得会有什么损失啊？是赚钱的工具少了，做老师最重要是手的，打篮球最重要。一起为移动加油好不好？祈祷。我们一二三，移动加油！一二三，移动加油！OK 了，我现在已经到 KL， 很开心。其实，因为我有理性的 feel， 我觉得我要去找移动。我现在先在那边换那个衣服先。等一下再见啦，移动。OK， 现在我就要去找移动好了。你等下的情况是蛮不乐观的啦。他队友跟我讲啊，流啥口水会自己流，然后他队友还要帮他抹掉，或者是小便尿床啊，吃东西吃饭嘴巴开开咯，蹦来撞我掉。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看得很心痛啊。对，这个下去不是办法，先看了他的情况怎样先啦。OK， 打球人凡事都要小心，都要照顾好自己，不然。不然之后呢，可能有不小心开刀什么，可能这也就是一些后遗症啊，蛮心痛哦。不想讲了，不想讲了，关掉了，关掉了。然后听讲啊，他开好刀过，有一个症状就是很脾气暴躁，就有时会打人，会骂人这样子。不过如果他真的要打我，我是会原谅他啦。不要紧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刚开好刀过就这样，忘记关门。他记性应该有点不好，不好了。喂，这大刺猬吓到我，他真的吓到我。你看，一动变到这样，一动离开这边。你讲你最近受苦了，一动。What？ 那个是我最近，哎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一动，一动在里面。一动，一动，一动。看到吗？暴躁，一见面就骂我。这是他爸爸妈妈给他的一个迁徙犬，对吧？还有我关心他的东西。我的兄弟自从开了刀过后，他就这样。哎，这个贵了嘞，他买仙人掌给他的更贵哦。人家都是倒一杯喝，你这样喝，什么味道？难喝一下嘞，讲不出什么味道，苦苦的、啊，有点点。那真的是很心痛啊，样子。一动，你瘦啊，一动。你看，啊？一动，来，喂，我把一动。跟这种 OKU 坐同辆车，我们就可以把 OKU。缺点是在我一个人上楼拿那个轮椅去推啊，他就拿轮椅带我从什么 Old Wing 走到 New Wing。妈的，我现在就给他滑去。不要玩了。一个 OKU 还要买礼物给阿天，买一个半月板给我。我们去淘宝订一个半月板啊，不然。看几时会到。看到我兄弟在有一点忧郁症这样，所以我带来吃海底捞。多吃水果哦，补充能量，祝你早日康复，加油！我以为只有生日才会有这个水果盘，才知道还看到我朋友傻傻这样，都有点坏掉的份上。三个，你看，还要来了，他的症状要来了，又在那骂人了，他。
还有刀哥，他脾气很暴躁。那我们有这么可怜的分散，我就请了西餐。真的有见面了，出院场了，看到没？肉还有面。最后我本来想不要笑，这样你先自我介绍先哦。介绍娃娃，你们不认识我吗？他就一动了。棒！阿哥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你会继续打篮球吗？不会了。在你开刀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放弃篮球这样？有。对啊对啊，就你觉得你后遗症啊，那种流口水啊，有你没有？然后脾气暴躁啊，然后一下子骂人这样，你觉得这个后遗症会好？会好，我就可以走，我就会好了，现在就可以走。我六个星期就要好了，因为我六个星期脚就可以踩地，脾气就肯定很好。很多在 IG 问你很多问题，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回答。最多问你的问题，我几时可以开始打球？4到6个月，每天做复健的。这样子你4到6个月是完全不会动球了。只可以去做副机，他永远都打不赢我了。多4到6个月就打赢他了，他只可以趁现在打赢我。我们来做一个单挑计划，大家可以站起来，我就找他单挑。OK， 真的是没有办法问到他的队友，觉得很伤心、很难过啊。他每次去做副机，你看每个国手经历的东西都是一样，就是一直受伤，然后做副机，要呈现最好的状态，帮国家队打球，然后帮老板打球。你们以为打篮球这样简单吗？所以你们还是放弃篮球不要。打篮球是有益身心的活动，你们有什么疑问你们可以去 IG 那边问他，所以就到这边啦，你们可以去 follow IG， 然后帮他加油一下 OK。Hank attacks the cup. That's right. Great back tap there by Sung.